总统候选人赖清德于10月31号下午起在台东连杆三场活动，在雨中为在成功镇成立的东海岸后援会成立大会受证受旗，宣布后援会正式启动，随即转往卑南南清宫参香。不只是保庇台湾，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台东四时不再不只有客，善男信女，合家平安，大家大赚钱。大家好，各位。你看，今天啊，我来祈求啦吼，来自咱客家朱志忠，南清宫的保庆大帝，会当保庇赖坤成、赖清德，双双高票当选，众助相迎，为台东、为台湾来拍票。大家好，各位。庙方主委送上好彩头，为他和参选台东区域立委的赖坤成祝福，最后前往纳鲁湾大酒店为台东县信赖台湾姐妹会成立大会授旗给总会长王清林，并为干部颁发聘书。台东所在综合报道。